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大峡谷中的租自行车的商店，这个自行车还是比较多，而且这边还有残疾人的车了，经营比较全呢。这种自行车啊，给大家来看一看，这种高的，大个儿比较多啊，蓝色，蓝色是一个流行的颜色呀。然后刚才有三个壮汉。黑人骑完了，然后就回来了，然后来交车，然后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流。然后他们检查，开始检查这种车辆。这是自行车的商店，然后这是检查车辆，然后开始消毒了，喷。喷这种，喷了，然后这边有咖啡可以供应，也是很好。这三辆是胶的，Bank Rent，然后有酒精来撒，这个是非常好的啊，非常好的。然后就可以，这是有遛狗的，遛这种大狗比较好。这是 Visit Center，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图，Grand Cayenne 和 Restroom。这是 Restroom，这是 Bicycle Visit Center。前面这个是 Restroom，这是这是那个游客中心，但是没有开门。这边是个商店，就是 Grand Cayenne 的商店。这边就是这个自行车店。自行车店生意还是非常好的，占了一个地方，然后买了这么多自行车，然后来一起来出租，确实是生意非常的旺盛，所以我们就红的、黄的、蓝的，还是蓝的比较多。大家 Greenway 就是绿，这是绿路，这个。就是要调整一下，这边的乌鸦子非常非常多啊，它骑一下调一下，可能这上面是无级变速，Thank you。它喜欢我的帽子，我的牛仔帽是屡获这个赞美啊，也是一道风景，呵呵，我的牛仔帽。很好，很棒。赞美的非常多。好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哦了，可以开车回来。又要开车了，哦哇，哦呀，就要看看这个笑脸是什么样，这是哪？这是明尼苏达的牌照，哎，这是云天呐，这才会出现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